安省在第四波疫情下迎来秋季新学年，据省府公布的抗疫指引，师生每日自我检查有没有病征，以及在室内要戴口罩，家长可以自行评估仔女回学校的风险而决定是否参加实体课堂。而教育局就要求省府将新冠疫苗加入强制接种的清单，是否表示实体上课还是有感染的人忧？请收看星期一晚6:45全媒对焦。